最紧要了解个市场有冇商机。广州有几多部车啊？有230万部车，佢车位几多？得83万个。我睇广州嘅车位咧，那个需求。喺而家開始大灣區一個車位大概20万-30万左右，又可以租出去嘅話，我覺得係一個很好嘅一個估值嘅，亦都係升值嘅事。跨人一步理想。我哋講到咁一個精明嘅投資者，你會點睇啊？